下点小雨儿啊。哎呀，今天七度，我们来看一下水温。为什么还有不到十八度，17.5度多一点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还有这么高的水温？为正所谓梅花香从苦寒来，宝剑锋自磨砺出。我是不是上下句说反了？啊，越是冰冷的风雨，越要挺起胸膛。再说两句就冷了，好不好？下水。说实话，这种天气显得水倒没那么冷，因为上面已经只有七度了，这好歹有十几度，感觉还舒服一些。啊，照样纯爷们下水啊，纯爷们儿。还是有点冷，但真的没那么冷。呼，可以。这个温度的水，你需要的只是100米的勇气。现在我已经不冷了，空中有点冷，水里面还好。再帮同学们游个什么呢？蝶泳过去，仰泳回来，好吧？走。你猜怎么着？好的，我们这边的气温呢是这两天突然降下来的，水呢还没发现，哇，你就已经降到十度了。所以呢有这个温差在呀，下水还是比较舒服的。有两种情况下水贼艰难，第一个是等一下啊，过几天气温还是6到8度，这个水温也降下来了啊，14、13、12、11、19度，那就是真的冷，纯粹的难受哈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这个温度哪天一升，直接升到比如说20、22，
然后这个水温还是在13-14度，那种情况也是很难顶，好不好？到时候我再带同学们来挑战一下。那这个视频就这样，镜头不用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